恭喜岳师兄，客气岳师兄。没想到华山派掌门收了福威镖局总镖头林振南的儿子林平之为徒，哼，真是可喜可贺啊。哼，多谢多谢，这算是机缘巧合，也多亏了定义师太的极力主持。哼，岳师兄不必客气，左掌门十分推崇岳掌门，好胆识，好智谋，好心胸，好眼力，还是左盟主看得准呐。这么多人追来抢去的，都落了一场空欢喜，最后还是让岳兄把林家的一线血脉带回华山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这华山派从今往后可就真没有清静日子过了。师父，底下买的是林子南夫妇。看清楚了没有？确实是林子南夫妇。搜他们的衣服，把全身的衣服都给我仔细看看。是。师父，弟子也查明华山派行踪，我们要不要趁夜偷袭，杀了岳不群，抢回林瓶子？不必了，东三派大军压境，左盟主不会喜欢岳不群把林瓶子带回华山。你带人暗中盯着华山派和松山派，我们就等着坐收渔翁之利吧。师父神算，岳不群老谋神算，这一回怕是要惹火烧身了。圣姑息怒，圣姑饶命。让你们办的事怎么样了？启禀圣姑，
嵩山派在此地共有百十号高手，大都乔了装，而且行踪诡秘，是为了辟邪剑谱的事，要与华山派为难。五岳剑派明争暗斗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其他各派先放一下。嵩山派杀害了我日月神教屈长老和飞飞，一个也不能活。只要是嵩山派的，不管他在明处暗处，见一个杀一个。从早上起一直盯着我们。哼，今天集上四处都是煞气，保护好临时地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是。
说，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。京城恶鬼，这于沧海真是吃了豹子胆，敢与五岳盟主作对。青城派高手不多，能同时杀死我这么多弟子，除非是于沧海亲自出手。师叔，师叔，启禀师叔，我们派去跟踪岳不群的找到了，叫他们来报，可他们已尽数被杀。什么？传令嵩山弟子，此处有高手专找我嵩山派的晦气，从现在起任何人不得单独行动，抓住林平之献给左盟主才是我们的目的。是，谨遵师叔之命。白衣女子死。那白衣女子武功极高，出手快，弟子连他们用什么招数都没有看清楚。传我的命令，所有弟子小心行事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。死。属下拜见圣姑。薛堂主辛苦了，东方叔叔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？启禀圣姑，教主得知屈阳已死，圣姑不辱黑木令，十分满意。只是圣姑离开黑木崖十日已久，教主很是想念，特命属下带来了黑木令，恭请圣姑即刻回转黑木崖。为什么这样着急？属下奉命行事，其他一概不知。你先回去交令，我还要办点事，说我随后就到。教主有令，要属下保护圣姑，一道回黑木崖。好吧，既然要你保护我，那你就留下来，我正好需要一个帮手。这屈阳虽误交五岳剑派中人，但终究是我日月神教的长老，如今被嵩山派所害，我要找他们报仇，你不愿意帮我吗？属下不敢。哼，谅你也不敢。仇不报，我林平之誓不为人。林师弟，你将来报仇，做师姐的绝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师姐，多谢师姐。父母大人在上，而如今已拜在华山派的门下，有恩师教诲，师哥师姐们的帮助，请二老放心，而今后一定刻苦练功，
早日为二老报仇。师父，你这位师弟蛮孝顺的。哦，对了，师父，嗯，林平之的父母去世之前，弟子在他身边，临前辈有两句话让我转告给他。林老先生的临终遗言嘛，你应该等平之平静下来之后再单独跟他说。是，师父。今天白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我们前面的路不大太平，所以旱路不走了，该走水路。这一路上你要好好照顾平之。是，师父。也别叫我师父了。哎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弟子哪儿做错了，请师父明示，弟子一定改过。做错了什么事你还不知道吗？师父，师父，我处罚你那是回华山以后的事。是，我现在要你仔细想，好好的想想。是，想不好呢就去睡，睡醒了以后继续想。是，师父。不许再喝酒了。哎，笑什么笑？师父，岸上这几个人从白天就一直盯着咱们。我过去看看，让船到前面的码头等我。啊，别让冲儿上岸，让他在家里面好好死过。大师兄，岸上人交手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受伤的弟子抬到镇子里，赶快医治。是。小林子，怎么老闷着头呢？老这样子会憋出病来的。哎，师姐带你玩去，走。哦，大勇，走。哎，老婆，小心一点。小师妹，等一下，师父嘱咐过了，不要离开码头，当心发生意外。二师兄你放心，爹在万花寨上呢，走。走。大友你小心啊。哦。这四个蛮横的汉子是东方不败手下的四大金刚，十有八九像啊。嗯，近年来魔教内部纷争不断，又很少听说东方不败下山出行。不过这个魔头神出鬼没，很难摸清他的行踪。客官添点水。滚开。打扰打扰了。
处处都是魔教的眼线。左盟主常常为此事忧虑。他常说，魔教能有今日的气焰，全靠网罗邪恶，结成死党，不日就要大举来犯。可是我们这些名门正派，却是一盘散沙，摆出一副等着挨打的架势。若是五岳剑派能够及早的合并，就能铲除魔教，一统江湖。左盟主的确是高瞻远瞩，雄才大略啊。没有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岳师兄，左盟主希望你助他一臂之力。百花生日，杜鹃会牡丹，买花糕，吃花生，送花客喽。哎，六师兄，六师兄，大师兄不是戒酒了吗？你怎么还买酒啊？哎，明天是百花节，我们给他破个例，开戒一次。对对对，走走，大师兄酒，走。来来，喝喝喝，来来，喝呀，来来，走走走，好，走。哎，去，哎，去，哎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漂亮的姑娘，干什么去？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来呀，来呀，你来呀！哎，师妹，站住！站住！走啊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！你陪我离，陪我离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陪我离，陪我离你！对不起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嘿！啊！哎，我有快！再跑啊！师兄啊，来，今天呢难得有机会，咱们俩好好的喝他一杯。戒了。什么？师父让我闭门思过，不许喝酒。戒了。啊，有你吧。不过咱俩说句心里话啊，你也是该好好的想一想了，你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啊。没错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咱们做人呢，就得像咱们师父那样，做个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，就得是非分明，曲直分明，恩怨分明，忠奸分明，敌我分明，情仇分明，正邪分明，黑白分明，错乱分明。哎，来，错对，错对，哦，对对对，错对，错对分明。哎，错对分明。对对对，错对分明。哎，这位公子，看你面如满月，气身色秀，光彩照人，好一副富贵的面相啊。哎，公子，只可惜左右偏损，
我说出来公子不要不爱听，只怕你命中克父克母，令尊令堂眼前要有一场厄运呐、啊。不用算了，早被人害死了。哎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。只是你虽然知道凶手是何人，可惜空有为父母报仇之心，至今却难遂复仇之愿。难为你说了半天废话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再拿出一块银子来给我。哎，公子，公子，好一位仗义疏财的公子啊，老朽就奉送给你八个大字：百花巨头当报血仇。百花巨头当报血仇，就是今天。嗯，你随我来。师父，你也在这儿啊？这位先生，你看看我的骨相如何？啊啊，好，好啊！哎，小林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们到处找你。谁让你们上岸的？爹。你林师弟出了事，我拿你试问。还有你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嗯。去。快走吧。嗯。小林子，快。怎么，不怕死吗？刚才是逗你玩玩，小美人儿，你还当真了？抓住林平之！师妹，快走吧！小林子，走！我再要见识见识，你们是哪一路魔教？属下求见圣姑。什么事说吧。属下发现嵩山派的人假冒日月神教在这里生事。启禀圣姑，华山派、嵩山派、青城派为争夺林平之在江面上打起来了。这里形势变幻莫测，敌众我寡，圣姑的安危是最重要的，请不要趟这道浑水了。大师兄，在前面。于沧海，把我林师弟还给我。小林子。大师兄，快点啊！不行，咱们斗不过他们。让开、哎！大师兄，你要干什么？把碾子给我！
圣姑，不，林师弟，小林子不见了。废物，小师妹，林师弟，小师妹，小林子呢？师傅，林师弟在这儿呢。大师兄回来了，大师兄回来了，师傅，你回来了，林师弟也回来了。林师弟，重儿，是你们救的平之吗？不，是圣姑救的。圣姑，参见陆师叔。人数都清查过了？查过了，一个不少。咱们假扮成魔教的人去捉林平之，竟然死伤这么多，等着发落吧。师兄，师父都是徒儿无能，未能把扶危镖局的少镖头林平之带回嵩山，连累的师弟们遇害，请师父责罚，以正门规。这都是指挥失当，与你们晚辈弟子无关。派到后殿，好生超度。多谢师父，是陆柏一人之过。这也怨不得你，你本来就不是华山掌门的对手，何况又加上了个魔教的妖女。你说魔教屈阳和刘正风的心脉被你震断，还有谁能杀费斌师弟呢？当时只有一人的武功或许能敌过费师弟。不错，那就是岳不群。这次衡山之行，刘正风已死，
莫大先生避祸不出。南岳衡山一派名存实亡，左卯运筹五岳并派一事有年，至今初见成效，得来实属不易啊。可现在岳不群不仅带走了林平之和辟邪剑谱，居然还勾结了魔教，若不铲除了他，并派之举终是画饼。我们要不要揭露岳不群勾结魔教，号令名门正派一起灭了华山派？揭露岳不群勾结魔教，那你们假扮魔教捉林平之的事儿不就先漏了吗？昌大师门全凭师兄运筹帷幄，请分派吧。眼下有三件大事要做。第一件，马上派人把费斌的尸身运回嵩山，验明伤痕，揭露岳不群暗箭伤人，要挟他赞同并派。第二件，到泰山去请玉姬子，让他策划篡夺掌门，剪掉岳不群的羽翼。第三件，你要亲自去寻访华山剑宗的传人，解开华山派剑宗和气宗的旧伤疤，让他们窝里斗，自相残杀，无暇自顾。到那时，并派之举水到渠成，就凭他岳不群还能掀起什么浪来吗？掌门胜算。十九剑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，你们遇到敌人的时候要快上加快。好，来，德诺，哎，去把门规给我贴起来。是。
师娘，好剑法！万里独行田伯光那厮虽然刀法奇快，但照徒儿看来，那也是从师娘玉女金针十九剑中画出来的。这孩子乱嚼舌头根子，把我给牵扯进去了，实在该打。师娘恕罪，师娘恕罪，弟子当时也是心中不忿呐。我就说了，你这么一个雄赳赳的汉子，为什么走起路来偏偏要一摇三晃，一摇三晃，还要学我师娘娇滴滴的样子啊？虽说挥舞着一把快刀，却好像是天上的织女坐在天河边织布，扭扭捏捏，扭扭捏捏，把一个梭子抛到这边，又再抛过去，扭扭捏捏，千娇百媚，好不让人笑掉大牙。徒儿又说了，咱们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老用这些扭扭捏捏的刀法，好不害羞。红衣上水远。
天桥。